王先生，这密道那三洞口啊，就在这屋里，我带你们进去啊。哦，来，跟上。哎，跟上。注意安全。哎，兄弟，三郎山兄弟，兄弟，这怎么回事？兄弟。 来人！二爷，老爷，怎么的？三郎神兄弟，王先生，对不住了啊！我跟我黑山大哥不打不成交，我这一辈子最佩服的就是我黑山大哥。 他死的时候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，死得惨，帮不了他。但他死了，我能帮他了。知道你王其美是我黑山大哥的丧父仇人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替我黑山大哥报。三郎神兄弟，你糊涂啊！老爷和黑山说好了，鬼子来了，我们把恨和仇全部放下。 一句对外，打日本人！你给我闭嘴！过去的仇恨可以放一放，但不代表没了。黑山大哥死了，不代表这仇就没人报了。黑山大哥说过，等那小日本鬼子撒干净了，再来找你王继伟算账。你听着，鬼子不是还没死光吗？哼，那是早晚的事儿。啊，到时候我去哪儿找你们去啊？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我先把你们给搁这儿。 等那小日本鬼子全杀干净了，我把你拉出来砍了灭之了。三郎神兄弟啊，你怕我管点事儿，我怎么替他鬼子？你呀，就省省力气吧，老子替你打。等打完鬼子之后，老子再来收拾你。小苹果让你干的？你放心，我每天都会找人给你们送吃的，你们饿不死。小苹果要是知道了，会答应你吗？只要你不说。 小苹果他就不知道，我只要不把你放出来，你就没机会对小苹果说。所以啊，我根本就不担心小苹果知道这事儿。我说，三郎神兄弟，你听着，我们回去还有急事儿，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请你。我就不陪你了，你就在这儿慢慢自个儿编吧啊。放下。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！有心杀敌，无力回天呐！谁能想到啊？大敌当前，堂堂王其美啊，陈大雷，竟被一个小小的土匪给关在了山洞里了！你说这……哎，老爷，嗯，远的不说。 要是韩小天和燕飞真是一伙的，那太太很可能会死在他们手里头。哎，王其美又不见了，燕飞君，你有什么建议？ 我倒认为不要再惊动他了。如果你让他觉得洪柳树不安全，不合适藏宝的话，谁又能知道他会跑到哪里去呢？如果他跑出了森木先生的控制范围，那麻烦就更大了。这真是一个非常让人上火的事情。还有一个。 让人头疼的事情，你说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从日本国来中国，他将赶赴南京，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。
明天经过九安城，他将在这里下车停留一天。这个朋友，我们全姐称他为特使先生吧。他来到九安，绝不是偶然，而是督察搜索珍宝的进展情况。你让我如何向他汇报呢？三木先生，不如实话跟他说吧。就说我们的对手实在是太狡猾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叶飞君，你要全权配合九安日本宪兵司令部，确保特使先生的安全。明白。严禁走漏消息，重点要防范共产党的活动。那个战车最近一直没有动静，可越是这样，我的心里越不踏实。三木先生，请放心，九安城的共产党不会，也不敢在我燕飞眼皮底下捣乱的。现在珍宝没有进展，如果特使的安全还不能保证的话，那么我的前程堪忧啊。叶培军，你记住，如果我的身上挨30大板，那么你的身上就会插上30把尖刀。明白。卖香烟了，先生，买香烟吗？卖烟了。哎，让开让开让。哎，里边请。啊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请。行动计划就是这样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战车同志同意这个计划吗？怎么了？太厉害了。这个计划就是战车制定的。那他会露面吗？他会和我们在一起。小周，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建战车呢，还是为了打鬼子？在我心里啊，能跟战车一起打鬼子，那是最痛快的事情。西曼姐，求求你跟战车同志好好说说，让他开开恩，见见我呗。小周，你要明白，党组织的安全第一位，战车同志的安全第一位。将来有机会，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他会见你的。好，大家重复一下行动计划。大哥呀，都这么多天了，还找不到龙马和何百惠，我腿都快跑断了。西曼的战车这几天有什么计划？好像是。这没什么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等这次行动结束后，如果战车就在咱们中间，如果他看见我了，我也看见他了，就算我认不出来他，希望你能告诉我，行吗？一言为定。
哎，开门喽，营业了，来里面请，来里面请，里面请，随便看一下啊。小天，喝杯咖啡啊。好。我亲手磨的，趁热喝。啊。西曼。啊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？对呀。走。看出来了。傻瓜，我们是夫妻又是战友，还能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？嗯，不想说呀，没关系啊。那等过几天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也行啊。哎呦，好香啊！过两天可就来不及了。明天我们有行动。行动？明天半过九点，我们要刺杀日本特使。怎么了，小天？我是不是没通知你？你生气了？好啊，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啊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那你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？反复商量过了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要确保一招致命，还要最大的程度上保证同志们可以安全撤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小天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。为什么不敢跟我说呀？是不是因为怕刺杀的情报泄露啊？对呀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日本特使他是日本皇族，他是个狂热的主战派，侵略我们中国他出了不少鬼主意呢。这帮混蛋就该杀。你不生气啊？我是你丈夫，我不生你气，因为我爱你。我不光不生气，我还佩服你的勇敢，我也心疼你的辛苦，我更加担心你的安全，因为我爱你。谢谢你。咱们一时半会也找不着娘了，我知道你也特别着急。等完成这次任务后啊，我去报社登次启事，我要让龙马知道我们不知道地址，让他在地上吃掉。好啊，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这回这个字条可不要交给那个小偷了。一家人转眼就离散了，就剩下咱们俩了。还好有你在我身边，让我觉得还是那么的温暖。那么您怎么了？啊！别睡觉了。
走。伤到了，西芬姐，怎么办？谁是假的？他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，他们早有准备。两边打入敌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快没子弹了，抓活的！媳妇，你没事吧？他就是战车。一个日本特使牺牲了我们四个同志，这代价太惨重了。他哪是什么特使啊，他是假的，冒牌货。假的？他就是个汉奸，他就是个走狗。那临死之前他还跟我求饶呢，一口地地道道的中国话，哪是什么日本人呢？天哪，有叛徒，肯定有叛徒。你说他们怎么完全掌握了我们的行动呢？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们钻进去的吗？你先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那一共有多少个人知道这个事儿？除了我。
马先生，这附近现在风信子怎么这么少啊？你说这风信子啊，还这边山上很少，黄柳寨附近很多。这两天你可别去，那边抓人呐！哎，特别凶得很，见人就杀，小心点啊！我知道，不就黑山吗？不是，说是个女的。喝的还挺多。电影听见他说胡话，具体说的什么？西剧没听懂。这不劳您大驾，过来给听听。大当家，说的什么呀？哎，大当家的，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他说什么呢？你们当然听不懂他说什么，因为他说的是日本话。日本话？日本话？哎，他干嘛要说日本话呀？他是个日本鬼子。鬼子？谁叫他？怪不得他娘的装了半天的哑巴呢。好！抓得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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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郎，子弹不多，以后记着用刀。哟，我把这招啊。下次注意啊，兄弟们！大当家的说了，以后节省那点子弹。好，弟兄们，咱们红柳树先是劫了鬼子的火车，又是帮抗日武装王奇美解了围，鬼子和二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几天鬼子会派大量奸细上山，不出十天，鬼子就要攻山了。兄弟们，这奸细来一个！我们杀一个，来两个，我们杀一双，先杀奸细，再杀鬼子。只要大当家的一句话，我们红柳树的兄弟们绝不含糊。对，绝不含糊。左边第二棵树的朋友，出来喝口水吗？还有右前方第三棵树后边的朋友，右后面第二棵树的朋友，都出来吧。我来28棵红柳树不为别的，只为打听一个人，他叫黑山。这样也好，省得我自个儿找了。那就麻烦各位带路吧。我今天正好有空，说好几次了，教我枪法。今天吧，啊，行，就今天。走，好。哎，三郎哥，三郎哥，哎，三郎哥，又抓到一个探子，开口就打听黑山大哥。打听黑山大哥，外地口音还是外国口音？听不出来。蠢货。赶快去那东坡，把小苹果叫回来，我先替他审审。好，快点啊！是。哎呀，这山上大大小小的事儿，还真就离不开他小苹果。
是你找黑山？对。找到什么事儿？黑山在吗？在啊。我就是。朋友，你不是黑山，我见过黑山一面。是吗？别急啊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能见到黑山。二郎将军，走。大当家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又抓了三个。嘿，人家这可就一波一波全上来了啊！把他们三个分头关，别让他们串供。是。嗯。老实点。三郎，刚才那最高的数他最后，咱们先去审他。走。他们是探子，假不了。目前山下的二鬼子人数还不多，可要是等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后，增援部队一上来，他们就得攻打咱们了。那三个狗东西，我想是问不出什么来了。还有一个，虽然着装和他们不太一样，但是我想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一上来就打听黑山大哥的下落，还说跟黑山大哥见过一面。哎，你还审吗？不审了。这种狗东西能少见一个是一个，看着生气。哎，当家的，怎么处理啊？这帮二鬼子没少帮日本人干坏事，老百姓最恨他。说的太对了，田各庄和郭庄那两次就杀了30多户庄户人家，全是这帮挨千刀的干的，杀他们100次都不解恨。为老百姓报仇，都宰了。先给他解了。黑山来了，啊，等急了吧？我这就带你去见黑山。把他给我绑了。不是要见我们黑山大哥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黑山大哥他也正好要见你，他在地下等了你很久了，他要亲手收拾你，我一会儿就把你送过去。我跟那几个人不是一道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打听一个女人。闭嘴！找一个女的是吗？白翠姐，他跟我们黑山大哥在一块儿呢，他们死得很惨，所以他们要报仇，共抓住。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Yes。最近几天还会有探子上山，后山那几个出口多派几个弟兄盯紧点。是。哦，对了，你俩少喝点酒啊。是。再被我盯着，我可不饶你们。好的。有个探子在里头。人呢？东边闪树林，砍头了。兄弟们，
把这三个狗东西扔到那坑里，好好的埋好了。我这把刀砍了三个人了，都没有卷刃，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就是因为你们这帮汉奸都是软骨头。哼，以前我们对付你们这种人，杀了之后往沟里一扔就算完事儿。自打这小苹果来了之后，这规矩就变了。他说，你们的尸体会传染疾病，必须得刨个坑埋好了。恭喜，你算是赶上好时候。现在我送你上班。在那边烧炭子呢。三郎神，跑了一个探子，应该就在树上。龙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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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马。我问你，这个探子长什么样？是不是眼睛大大的，个子高高的？啊，黑不溜秋的，贼眉鼠眼的，跟三德子那边好玩妞似的，特难看。反正没我好看。不像他呀？难道拿耙的不是他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就下来吧。龙马，龙马，你听到了吗？我是小苹果。龙马，不用喊了，他要真是龙马的话，你这么喊他，他早就下来了。把绳子放上。小苹果的梦里有久别重逢，没有比翼双飞。如今美梦成真了，会不会永远这么好？如果真心相爱，还有什么能让两个人分离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黑山白水死了之后，我就是当家的。这山上几百号兄弟，都听我的。大当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这就下去。弟兄们，这是龙马，自己人。风信子后山多的是，一会儿你俩多柴点儿。龙马是小苹果的好朋友，咱不能怠慢人家。三郎哥可不像是普通朋友啊，倒像是苹果姐的男人啊。哎，看来苹果姐要走喽，
苹果姐要是真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闭嘴！就你俩话多，小心我割了你俩的舌头。之前你跟我说我是王天成，柳爷不是我爹，王启伟才是。那个时候我不信，现在我还是不信。还是不信？我跟王老爷说他不信，跟你说你也不信，是燕飞骗你们太深，还是我小苹果的话太轻了？都不是，是我心里边已经认定我爹已经死了，而且是王启美害死的，所以不管是谁说王启美的好话，我都会怀疑他是何居心。那我能有什么居心啊？为了给你们报信儿，我哥哥把命都搭上了。你说我们能有什么居心？谁的心是铁座，像一颗小小的云点，在夜空中划过，划破了寂静的夜色。谁的心是铁的，在冷冷的水中淬火，在磨练中坚韧，任性着将自己划破。如果要